试着逐项展开下列各级数来。第一小题，辛格玛 K 从1到6括号 3K 减1。好，题目抄一下。好，来 K 从1带进去，3 1 3 3 1 2，然后 K 带2呢，3 2 6 6 1 5， K 带3 3 3 9 9 1 8， K 带4 4 3 12 12 1 11，K 带5 3 5 15 15 1，再来 K 带6 3 6 18 18 1，所以是17。好，这样子呢就写完咯，因为它只要我们展开而已，没有要我们将加嘛。好，来第二小题， Sigma K 从2加到5， K 乘上括号 K 加1。好，来我们可以从2开始带，来2乘上2加1就是2乘3是6，再来 K 带3， 3乘上3加1，所以3 4 12，这是 K 等于2， K 等于3，来 K 等于4， 4乘上5，再来 K 带5， 5乘上6，这样那我们就展完咯。拖拆一下，噔噔噔，那我们的答案就在这里。